那个与其这么多人，与其他们在好像在城堡山那块，与其他们太远了，啊，与其在城堡山，对，城堡山，然后魏大勋也在那儿，魏大勋和张真源也在那儿，大勋跟真源在一块，对，然后与其也在一块，真源与其他们都在城堡山，对，对的，好，谢谢，就看他们五个人在一块，他们五个人一起出发的。谢谢你。二十日，周深清唱《少管我》，周深是沙溢的安全带，周深秒猜魑魅魍魉等冲上了热搜。原来是奔跑吧放出了今晚节目的一些预告和口播。其中口播中周深清唱了少管我，并邀请大家加入音乐社和收看今晚的奔跑吧。而在预告片段中，周深沙溢极限拉扯，最后周深干脆化身为沙哥的安全带，互相抱住了对方。话说你们需要抱得那么紧吗？不过周深玩得开心，其他都是浮云。而至于仅靠鬼和成语两个字就猜出了魑魅魍魉，更是彰显了周深的文化储备。虽然他自己从未标榜过自己是文化人，还被网友调侃说最近天天和妖魔鬼怪打交道，见过了能不秒答吗？只能说网友是卓越的。魑魅魍魉，对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对，做什么呀？他绝对行，真厉害。你不带钱啊？奔跑吧下期最强社团争霸赛，第九期最强社团争霸赛来袭，文艺社 VS 体育社激战在即，趣味横生，智勇较量，百人捉迷藏嗨翻天，屏息期待谁是校园捉迷藏 MVP。 本周五20:20，精彩不容错过，大家记得今晚看周深哦。怕你飞去，怕你离我而去，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。夜路很长，去不同方向，总有一抹月光在心上。这几日周深正在匈牙利录制跑男，所以很多人都在偶遇周深，比如有人在匈牙利餐厅偶遇了周深，有人在大街上偶遇了正在游玩的周深和工作人员，离开时还一边走一边回头给粉丝挥手鞠躬告别。刚才的歌你们喜欢听吗？喜欢，谢谢你们这么给面子。因为刚才两首歌是我的全新专辑，对，反身代词的两首歌，前面第一部分那些歌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，然后古风抒情的一个比较以前的我吧，然后觉得反身代词当中呢，它是一个全新的我。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全新的我，也要谢谢在场的每一位，或者是没有在现场的每一位，给我那样的勇气和力量去寻找自己。反身代词当中每一首歌其实都有很多自己想说的话吧，就比如像蜃楼，他说的其实是执念，很多人可能被执念困住，好像在原地没有办法动，也可能有一些好的执念会去帮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那警报呢，就写的是身边很多很多非常善良的人，他们可能照顾好了全世界，但是唯独忘记去照顾好自己。其实我觉得也很像我自己，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有那种执念，就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唱歌唱得还不错，我可以唱高音，我还可以变换声音，比如像这个样子给大家唱歌。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执念让我不停地去想要证明自己，说实话有点累。然后警报也会像我以前的性格吧，以前就会觉得我想照顾好所有人的情绪，或者是我想在意好每一个人的一个在现场的一个状况，但后面发现好像经常忘记照顾好自己。所以这首歌或是整张专辑都是送给你的，希望你能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你的碎片。我们要美好，我们要善良，但是我们的善良也要长出牙齿。对，然后和你们每一次相遇，我都是一起在制造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。如果200年以后有一个记忆商店，不知情的朋友们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，记忆商店是《凡声代词》里面那首歌。那如果在200年以后，我一定会立马冲进记忆商店去买这一份最甜、最治愈、最美好、最珍贵关于你的记忆。谢谢你们。20日，新华社再次艾特周深，分享了一些毕业歌词海报，其中就有周深《去明天》和《亲爱的旅人啊》的海报。新华社也照例艾特周深，以浮光为 BGM 发了阿勒泰市托勒海特项目场成尘雾人的画卷视频，发播说伴着周深的歌声，随着镜头一起打卡夏天里的中国。周深一个名字在乐坛中熠熠生辉，他的成功并非偶然，背后蕴藏着一段段成功的励志故事。自出道以来，周深就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。然而他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，在追求音乐梦想的道路上，周深遭遇过无数次的挫折和困难，但他从未放弃，始终坚信自己的音乐才华。为了提升自己的演唱技巧，周深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他不断学习，不断尝试新的音乐风格，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。正是这份坚持和执着让他在舞台上逐渐崭露头角，最终夺得了冠军的宝座。周深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，他的成功是无数次的努力和坚持换来的。让我们一起为周深点赞，为他的励志故事喝彩。我的嘴一张，天堂之上为现实两三场，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，去你探老月光，望大人们见谅今天的话，我动也不想等，世人寻黄金香，我找月亮，何必同往？花谢过，路见光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花谢过，路见光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拜过你他是故里浪漫，知情无所爱不更改，人间不明暗，我情真犹在，让披上月光走夜晚。